任何一个人灵性不灭，灵性主宰你一生的祸福。人要修，因为一切法皆从心相生。大乘教里特别强调真修，换一句话说，环境从哪来，自己心里变现出来，自己起心动念能变，外面环境所变。换一句话说，环境的好坏还是操纵在个人起心动念之处。与别人相不相干？不相干。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要冷静，不造罪业。我们这一生当中，无论顺境逆境，一帆风顺。佛法修行修什么？就是修个心性，真心是真的，妄心就是妄的。佛教导我们如何把真心保持，把妄心转过来，就是真心。这几句话很重要。所以幸福是每个人自信里头来有的，你只要把它发扬光大，你就享受福报。真心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就真的。心里的有东西就是妄的，念佛也是妄的。大乘教里在告诉你，佛就是自信，你本来是佛，你回归自信就是成佛了。没有回归自信，还跟妄念搅和在一起，那叫凡夫。所以要修什么？修把心量都给。人人是好人，人人是佛菩萨，我们修仙正果有指望。要知佛菩萨是我，你们都没分，这个错了。你别说一辈子，修十辈子你也证不了阿罗汉。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看一切宗教的神都是自信本来佛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这个心为什么不天天想一点正当的？你走在佛道上，你胡思乱想，你走在邪道上。庄严佛寺。
报上。